Warning,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own, played, or portray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警告 本物品內容 可能 令人 反感、啊、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啦傳閱啦出售啦出租啦出中啦中出啦交給或出借於年齡未滿18歲的人士顏色行不行顏色都可能得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裸露露體展示出示播放放映跌咗唔見或者夾硬塞俾佢哋，唔好怼埋个口度当用唇膏咁擦。类似嗰啲咁嘅嘢啦。节目开始。喂，大家好啊，又系我哋动漫废物电台逢星期二录播嘅星期三上载嘅节目啦。港漫咬者帮咁就我哋咬者帮就唔提供 live chat 啦，但系如果大家喺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嘅直播节目度上 live chat 嘅话咧，就可以 at 我哋嘅 MSN acrubbish.radio@gmail.com 如果群抽的话呢就可以加入 M 群的就是 group275180@msnzone.cn 的咁介绍自己先我是斯迪大家好我是冰之大家好我是漫游者点啊 delay 的你把声窒咗一窒啫、啊，有冇廣告啊？有冇廣告啊？好似冇 啊。今期係終極一拼今集就終極一拼啦，第82集。上個禮拜咧就用咗兩間公司嚟做主軸啦。喺年尾挨年近晚，我哋用公司嚟做特輯啦。係啦，但係肉嘅嘢未講完嘅，可以繼續。即係之後再補充啦。係啦，咁啊上集就主力係天下啦。係，淨係講咗春秋都即係略略係結算咗春秋戰龍嘅成敗啦。春秋戰龍要壓一壓韻，因為終極狂龍啦。終極狂龍。我仲以為你話講完天下，梗係唔少得講海洋添。其實有幾狂有幾終極咧，我又睇完四期又唔係好明白。唔係，所以咩啊？當能掌握世界，咩方能控制天下啊？係嘛？嗰兩句嘢，我唔記得咗係。係啊，係啊，係啊。又是啲咁嘅對聯啊！唔係肥仔嗰陣時嘅對聯嚟㗎，唔係對聯嚟㗎，嗰句就係啲咁嘅百家咯。掌握嗰兩把劍，你就可以控制天下啊嘛。咁今晚我哋就想講《終極狂龍》啦，《赤柱繁台》第三部，四期就完咗啦。咁啊，冇人應阿郎嘅講法喺留言版 post 佢哋對古仔係講翻，因為咧，我諗呢啲其實坊間睇到佢第二部完嘅，其實都唔好，或者我哋嘅留言版嘅朋友啦，睇到即係雷火紅暴嘅 ending 都唔係好多人，所以根本承接唔到個古仔，拗曬頭，講唔到個古仔落。我有諗過寫嘅，但問題。我 recall 唔到雷火紅暴嗰啲劇情出嚟，咁啊係咪即係去到阿山安娜喺第一輯捉咗阿洛晴就算數？係啊，我睇完啊，我諗啊，雷火紅暴講咩咧？我真係完全冇乜特別印象，係啊。咁我哋就講翻四期完嘅赤柱凡塵中嘅狂龍啦。冰子點睇啊？點睇啊？冇睇咯，靚唔靚？我今日我其實一路冇睇，即係。你有講嘢嘅時候，我攞本第四期一揭無敵餐蛋飯，一揭到第一頁，咦？點解個海虎頭出現嘅咧？咁樣唔係黐線，呢個唔一定係海虎頭嚟噶，可以係奧加頭又得，冇男頭又得。好，海虎溝咗奧加，生咗個仔，大個咗之後點樣咁？佢哋已經海虎同奧加夾埋，佢哋已經出咗出神入化噶啦。你嗰啲拉到嘢咩都得噶啦，而家即係有乜唔得啫？冇又啱啊！即係大能常理可言噶啦，大能要係啊，大能可以男同大能要海虎同殺人鉛生個混種出嚟。跟住最尾打開最尾要見到個島嘅。這個就是無人島咯，跟住我心機就睇已經放棄OK， 咁我哋就即係等有睇嗰啲講返兩句啦。其實第四期我同佢嘅情況差唔多，我冇咁灰。係啊，我睇咗三期，我冇乜追看嘅意欲喎，因為個古仔太簡單啦，我完全諗唔到點解之前呢佢專難度竟然話可以用40期嚟寫囉，40期都寫唔曬。唔係喎，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古仔係壓縮得太緊要啦。嗱、如果以《終極狂龍》四期嚟講呢，節奏係去得特快囉。呢、這個古仔其實有好多嘢冇講㗎。
就是冇讲，咁你唔可能 expect 读者睇过前面㗎嘛。我嘅意思係，所以话呢个古仔原本三十零期四十期应该唔系问题囉。其实就有啲似春秋战红都话去得特快嘅。即係稍稍讲讲春秋战红，今晚就唔会长讲㗎。春秋战红即係到第四期已经讲即係两个主角鬼上身，然后就食咗咁样啦。喂大佬，咁如果係咁样你算咩一夜富豪一夜之间变成破产啫。你个富豪只系呢一晚唔去酒店食饭，走咗落间名人大排档食嘢啫嘛，仲要食到好嘢，系咯，好嘢喎、啊！一条海鲜，罗生你系啊，条斑好鲜、啊，系啊，点啊啲头抽第二度食唔到，呢条女好鲜、啊，点啊啲头抽真系第二度食唔到，佢咩头都抽起晒啦，佢净系抽起一个头应该食到啦，咁啊。所以终极狂龙都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啦。第一期已经讲啊，洛晴被美国 send 咗翻去中国嗰边，坐个碌洋巨炮，系啊，洋巨炮翻中国遣返啦。然后搞咗一大轮嘢，跟住到赢罗直接走咗过嚟中国踩场，然后统一咗中国。即系你见到中国系完全冇人够去打噶嘛？然后成功统一咗中国，然后即系攻占咗中国啦，应该叫做。原来中国系拳头政治嚟嘅。系啦，中国同美国就变成即系合并嘅世界大国咁样啦。咁、啊、到最后，然后就系、是、赢罗走去打冷眼同埋呢一个吴小娴，唔够打，好快地唔够打。咁然后邪神同埋烈阳已经冇功力唔够打噶啦嘛。嗯。而好勁嘅嗰個張猛第一期就已經比較洛晴 KO 咗啦，秒殺啦，仲要係，嗯，到最後就係洛晴打贏翻贏羅。其實你中間要 extend 咧，尤其講兩國嘅政治咧，或者兩個國家嘅唔同強者嘅鋪排咧，應該仲可以去得多好多嘅。當然啦，如果你用呢個咁嘅角度去睇嘅話，咁當然可以 extend 發到好大啦。但我嘅角度就係、是。同普通可能武馆踢馆冇乜分别，就係话可能有条友嚟踢馆，跟住你打走佢就係咁简单，成个故事就即係攞可能係即係好似叶问咁样啊，係咪即係好似当年嘅咩神风英雄类似啦，即係可能日军嚟占据咗你个叶宅，跟住叶问走去打返个叶宅返嚟，就係咁简单，冇即係你唔如果你係唔係个视野去到中美呢兩個大國嘅政治外交方面嘅層面嘅話咧，根本你係你當係兩條友細路仔打交都得啦。嗱，我意思咪就係話，因為佢原本話有成三四十期嘛，咁所以咪話其實佢原本都可，佢應該係一種咁樣喺一種咁樣嘅層次上面去寫。咪就係佢濃縮壓縮得唔好咯，而家呢度就係話，咁啊，即係佢啲拼貼都算啦，即係。而家可能好多人已經接受咗，你鍾意拼圖咪拼圖囉，你鍾意終極咪終極囉。調返轉喎，我會咁樣講嘅就係、是、只要佢一日都仲係用拼貼嘅話，其實我就一定唔會買佢嘅書囉。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即係而家坊間有好多書可以揀啦，嚟緊喺2010年即係扣咗春秋戰同我收到封返嚟嘅仲有好多書啦，大家都知嘅有本迷離境界啦，有本跳躍堂堂啦。嗯，咁啊，天子七就唔知係咪今年出啦，因為佢都話年底先至完啦嘛，即係1890年下年先出。咁可能下年啦，咁啊呢本 hold 住啦。我聽聞啊，有本即係紅色書嘅，即係做 style 嘅嗰本紅色書嘅系列書咧，今年可能嗰間公司有新書出啦。紅色做主調嘅封面係永遠都係。係啦係啦，咁跟住永仁啱啱出咗一本新書啦。天下會出一本改編啦、啊，然後同人原咗好似都仲有嘢咗，又會都係九把刀嘅原著嘅作品啦。跟住仲有老劍可能有一本新書啦，即係都係溫水完咗之後係嘛？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即係風啲風吹翻嚟嘅，我唔知道中間有幾多嘢係真，幾多嘢係假。喂，呢度就咁數七本書、啊，嗯。系啊，其实如果你计全盛期嘅话，都算少啦。但系呢、這个一年里面出七本书唔少噶，其实唔系呢个淡以呢个咁嘅市道就算 O K 噶啦。最有趣嘅就系间间公司都有，嗯，即系如果你话得一两间公司有嘅话咧，全盛期可能即系或者两三年前都一路都系得一两间公司系咁出新书。今年连阿 Sir 都出新书，连阿老凤都要喺专栏度赞，难得佢赞阿 Sir。
咁你见到即係跟住肥两仲有一本最少一本。我嗰本致敬嗰本啊。係啦冇散阿凡达。但仲一定会有绝地天下唔知会唔会有。绝地好似话慢慢諗靚佢先。咁就本人渣有可能再 delay 嘛。咁你见到其实间间公司都有新书喎好难得㗎喎。咁我哋即係用肥两嚟讲但一日佢用贴拼贴呢我就一定唔会买佢嘅书。点解呢我唔介意其实我觉得肥两尤其喺我对睇到终极九年华去到最后同埋终极狂龙嘅呢一个古仔里面呢、我对佢喺篇古仔嘅嗰个或者佢自己个意识上面呢我有返少少信心。有咩信心呢就係、佢其实寫返每一个人呢佢个角色都系完整嘅。虽然我好唔鍾意白武男但如果佢终于都唔用白武男嘅话呢我会即係 I'm loving it 嘅。唔会囉我觉得高球系白武男。咁啊即係冇办法啦系咪先。白球啦。白球啦。假设冇神阿凡达唔再系白武男嘅话咁我都觉得 ok 嘅。咁但系一日因为譬如你睇返终极九年环去到最后呢你睇返佢每一个人呢佢其实系有一套思想喺度。每一个角色佢有一套思想喺度。你同我讲冇用我冇睇啊。九年环喎。冇睇。係咪咁哎呀最衰阿郎咁样。放弃晒啦九年环点解你同阿郎俾定你同阿郎。咪啦终极狂龙唔系四期我都唔买好老实。我讲緊即系佢有啲咩思想喺度呢就系、一条友就系自尊自大啦即系目中无人啦一味以为自己系即系天下无敌上天下地位我独尊嘅一个即系冚家祥啦。咁一个就系、三天就是博爱的即是耶稣来的他是但他输的因为即博爱是不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到海虎即是讲终极最后三强就是海虎是一个最从来都只是想跟自己条女相熟相妻的人的。即虽然三个我都觉得他 是他自己来的有他自己的影子的。但是个故仔整体写得唔好啦因为嚟嚟去都系咁即系一个淘汰一个一个淘汰一个。咁、那个结局最后点样烂法我哋都有讲过但系佢写嗰个人系存在。而终极狂龙我见到嘅就系、佢掌握嗰个节奏其实或者个故仔想铺排嘅嘢我其实见到佢如果想长写佢系有空间去长写囉。所以我见到呢条友系有咁样嘅能力。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贴图就拿嘢啦点解呢因为你嘅图有限啊。你尤其俾我见到嘅就係你用嚟用去都係嗰个样子。你用同一个样子去做七条友我係接受唔到囉。即係我可能会睇呢个古仔但係咁样个古仔我唔会鍾意囉。同埋係即係你如果你画到个样子都似嘅我都仲可以忍受因为我见到你係画㗎嘛。嗯。但係你贴嘅话就会变咗你啲表情呢永远嚟嚟去都係嗰几个表情啊。走唔出嗰隻表情。係咁睇嘅人就会觉得嘩你做咩呀点解好似啲人个个都咁样板咁样囉。喂其实港文本身已经你就算係画嘅都已经够晒样板㗎囉个个都可能个表情都。其实任好可能都唔系好多表情嘅。但係个问题佢最少唔同角度啊。即係喺有时啲角度系会古灵精怪一啲啊有时低炒有时側面有时七三有时八二有时即系九一有时系即系打黑咗块面有时就系、是。有时远啊有时拉远有时 zoom 近啊是啦是啦咁同埋个感觉呢你会见到因为佢贴图呢用贴图的方法睇呢最大问题你好多时候见到嗰啲图呢啲颜色系唔一样㗎咁呢就会好似有啲 outflow 咁样啊有个人系 outflow 嘅或者你好明显觉得就系你贴睇嘅一张假相啊会唔会你冇戴眼镜啊肯定唔系啦我唔需要戴眼镜㗎嘛除非嗰套嘢本身係需要戴一套 3D 眼镜先睇到㗎啦。嗱所以咪话啲读者落后咗十年。咁佢冇送俾我嘛。自己买㗎嘛啲嘢。要喺阿凡达度偷出嚟㗎。咁所以就会变咗当我睇緊系所有角色都系用緊同一个表情仲系同一个角度摆出同一个表情。我见到嘅好似系一个人去饰演无数咁多套戏即系你点讲呢系硬化版嘅詹瑞文嗰啲 Lemo 集地球呢好似即係个个都係话你男人之苦咁樣咁咪唔好睇囉啲嘢。其实漫画呢某程度上都係通过不停咁去画呢去活化嗰个角色嘅。因为你不停咁画呢其实大家如果睇过长篇嘅无论黄小虎好任天好文天好风云好佢哋你用第一期同最新嗰期睇个样系唔一样噶，你至少会越画越成熟咯。你见阿贾啲画都系咁样噶。系啊，即系虽然话可能，喂，
咁多年可能唔即係個老化程度唔足夠啦，但至少你見到個人物係你覺得佢係活嘅，係活嘅囉，而唔係死。同埋最少最大嘅問題真係唔會個個都係同一個表情同角度囉。同埋漫畫家嘅責任就係畫漫畫嘛，屌你吸你 copy， 咁你就唔係一個漫畫家，你係一個 OA 啦。OA 係咩意思？Office boy 囉，Office assistant 嗰啲人，你就係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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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即係你唔係漫畫家嚟囉，變咗係你唔應該攞呢個人工囉，應該攞返3000蚊個月囉。咁又冇咁刻薄，唔係囉，啲 OA 好似而家啲即係 Office boy 好 cheap 㗎啫。係啦，所以就單憑終極狂龍古仔，我見到佢 cut 得太零碎啦，但係我見到有啲嘢喺裡面嘅。我覺得唔係好得啦，同埋我唔知係咪九年還上身，即係寫九年還寫到上曬腦啊，阿肥良，即係中美其實可能以前即係讀者唔係好關心政治嘅時候，就會覺得哦咁樣嘅權力交替嘅方式係冇問題，但其實而家喂五區總辭啊，諸如此類呢啲係即係唱到咁行嘅時候，喂。你同我讲话你中国美国系用拳头交嚟，仲要做一个政权交替嘅，我觉得太肤浅咯，完全同即系同我个理解咧系相差十万九千里远咯。咁你读者作为读者真系落后咗超过十年啦，因为佢呢个系未来嘅世界嚟噶嘛。我就系说服唔到我系未来世界，你明唔明啊？即系未来世界咪就是用高科技同拳头交去去解決呢一個政權，或者即唔再打仗啦，因為佢哋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先至產生咗終極狂或者係赤柱飯堂呢、這個故事背景㗎嘛。係啊，咁可能講即係冇已經影響太大啦，咁所以咪即係有啲咩意欲，唔好講嘢，奧巴馬同布殊即係隻抽咁呢啲，即係既然講到終極呢啲嘢，即係梗係交俾我哋終極神講啦。你終極神，終極狼，終極狼翻出嚟啦！一講到啲咁嘅人間極品。本来想休息晚都唔得，终极噶呢本嘢系，中国屌翻两镬啦要，即系、又要嘟啦，唔使嘟嘅，加个十八禁喺前面咪得咯。但我赞咗噶啦，你少啊，即系俾15分钟你少。其实佢今期个尾嗰度，唔系我立法会都得7分钟啦。佢今期个尾嗰度啊，经已讲咗，除咗呢啲咁样嘅个人暴力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去解决噶嘛。例如阿大卫 X 佢哋咧。咁就經已講好咗，如果洛晴對呢個螢羅呢一仗係輸嘅話，佢會用曬所有好多高科技核武嗰啲去攻擊香港。咁當然係為咗要殺螢羅啦。咁就證明其實真係唔係靠個人一兩個人嘅力量真係可以影響曬成個世界啦。始終赤柱飯堂嘅世界唔同武神唔同海虎囉。即係唔係一拳可以毀滅一個城市㗎嘛。咁所以仲要為打而打造場咁嘅大龍鳳出嚟，係好唔合理嘅。即係你話好似當年佢第一輯嗰陣時，佢哋係暗砍自己喺暗中去做呢樣嘢，因為好似捉棋咁樣，我只要將咗你軍，跟住你下面嗰班手下咧就會當我俯首稱臣㗎啦。所以佢哋當初第一輯嗰陣時，邪神先至要部署咁多年，即係都要用法律去制裁啊上官烈陽啊。係咯，即係呢啲係真係橋嚟㗎嘛，亦都講到。除了人為嗰個強者力量以外，你都要諗下究竟個世界要會點樣去睇你或者你做嘅行為可唔可以服到眾啊？所以我覺得點解一開始我話即係呢一本書，我睇到佢條橋係有嘢嘅，但係佢斬得太零碎啦，變咗四期之後咧就冇咗原本可以部署嘅空間，全部都冇曬。即係我覺得螢羅咧，其實。即係肥兩嘅世界觀或者政治觀咧，其實好簡單，總之就係極權獨裁統治就啱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咧，當佢打爆咗上官烈陽，唔係打爆咗中國嗰邊嘅代表嗰陣時候是，係咪冷眼啊？即係一開始第二期嘅時候，第二期好似上官烈陽、啊、打爆咗上，都係邪神係嘛？邪神同打爆上烈陽，講最後呢輯啊嘛。係啊係啊，邪神同上官烈陽都有。係咯、啊，即係打爆咗佢哋之後咧。其實佢應該要有一段時間去鋪排，而唔係講兩句，跟住啲人民就即係起哄話：哦，迎領導萬歲咁。係啊，咁佢哋即係私底下又冇話有個啲咩秘密交易啊，
会话喂，我输咗，我咪将个政权移俾你咯，又冇呢啲嘢。嗱，我觉得上面应该系中间要有好一啲比较长啲嘅铺排，加翻长呢一度咧，其实咧成个古仔咧去得到嘅，即系任何打斗、个人私斗嘅嗰啲部署咧，或者系嗰啲场面都可以 present， 都可以用翻咯。加埋你入去编剧团嗰度咪可以咯，我相信。好，加埋我入去编剧团就去用飞沙最狂龙。唔系啊，错啊，你冚。你做二号嘅零件咪得咯？哦，系、哦，但系唔得噶，会俾人制止嘅。唔系而家呢啲咁样嘅谂法咧，其实大部分嘅港漫读者都谂得到噶啦，系剩翻坐喺呢啲位嘅人谂唔到嘅啫嘛。所以睇落去就系觉得有啲不知所谓啦。最惨佢第一辑系算写得唔错喎，第二辑开始崩坏啦，第三辑咪直情濑嘢咯，直情要屌嗰只咯。所以吓、啊，我觉得有啲可惜嘅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肥娘呢条友咧。已經即係坦白講，用淪落呢兩個字真係完全唔錯㗎啦，因為淪落到已經唔再認真咯。但係佢喺專欄度話自己好認真咯。我覺得佢認真嘅就係、是、唯一佢仲健在嘅就係佢寫嘅嗰啲人嘅嗰種想法啦，即係嗰個人代表緊一種乜嘢嘅思想咧，係存在嘅，但係個古仔架構冇咗咯，去唔到佢想 present 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就係佢個腦去行前咗，或者繼續有行到，但係佢成個人其他嘅機能停咗咯，令到個古仔其實本身可以 present 到嘅嘢，結果就佢冇嘢可以 present 到出嚟咯。啊，而且佢話做得好辛苦啫嘛，但係結果未必攞到回報。当然辛苦啦，个心唔喺度，夹硬要做，即系、哦、一定噶。你同啲坏学生讲，佢哋都唔想翻学噶，好辛苦啊，一样道理啫嘛。而且话如无意外咧，呢、這个有头有尾咁负责任嘅创作态度咧，会令佢双倍咁去蚀更多嘅钱。即系佢谂住，我应该如果唔即系正常，如果唔系想特别付出，就应该有头冇尾嘅。系啊，咁样只系正常啦。咁啊，有头冇尾就会用一。用單份嘅努力可以換到雙倍嘅賺。你諗下喎，即係我覺得其實嗱，赤柱飯堂一二三輯計埋，如果用翻我哋自己真係要需要好強力嘅腦內補完，因為一開頭就已經講中美第三次世界大戰呢本書冇可能唔係講上層嘅國際關係噶嘛，一定係會同中美嘅政治或者係國際形勢有關係噶嘛。其實整體個古仔要行，一定可以行到嘅。你睇翻一二两辑，包括前传，咁你都知道其实部署最后落程肯定就系拯救中国，因为肯定唔系美国赢噶嘛。以肥娘嘅世界观或者政治观，系冇可能系美国赢噶嘛，一定系中国赢嘅，一定系佢最后翻嚟拯救翻个中国。呢啲嘢完全毫无疑问。咁你见到最后系呢一个结局，你见到其实成个布局或者系应该话成个古仔框架，其实应该系可以好完整嘅。结果如果系沦落到，逐輯崩壞去到而家呢一個係腐爛級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係一本好可惜、好可惜嘅作品咯。我即係睇到第二輯已經唔想再睇啦，但係到第三輯我想用一個即係覺得即係揾個位讚嘅地方就係、是、持平啲都唔得。唔係我都覺得我持平嘅就係、是、我會讚佢，其實佢本身係畫到寫咗一個框架出嚟啦，但係最後佢做唔曬佢要 present 嘅嘢啫嘛。如果佢用翻25期嘅，我覺得未必做唔到啊。四期，我覺得真係，就算你俾幾多期佢都唔得喎，係個人嘅心態變咗。唔係咯，我覺得係個大綱嘅問題，即係令你四期你都 present 唔到個大綱俾讀者係可以吸引到去繼續追落去，係個人嗱，嗰啲打鬥又冇曬說服力，即係我話破到你就破到你咯。但你睇唔到究竟有咩說服力啊？究竟你係用更巧妙嘅知識招式啊，抑或係用更大決心都冇喎？总言之就是主角无敌论，即是我们成日平日慢那种、啊、即是总之需要的时候就赢到了、啊、即是现在的肥良令我有少少的感觉，就是好像当日看那套港产片《金玉满堂》张国荣、袁咏仪那套呢、啊、里面讲钟镇涛是一个掉低了自己厨艺十几年的厨师、啊、他想着煮煮回出来的东西，这个样子是当年，但一吃下去哇又咸又苦乱七八糟的，现在肥良就是被人这样的感觉，唉好可惜啊，失败了。那介绍下一本书啦，唔係，我想再講埋就係話，我嘅意思就話即係介紹下佢嚟緊嘅嗰本書。係咪？我想講埋落程啊。哦，係係。佢點解無言咧？我完全感受唔到呢個設定係有啲咩意思喺度。我懷疑係代表一部分讀者嘅心態咯。你睇下神秘漫畫家，佢睇完之後都好無言嘅。係嘛？即係肥良。唔係你嘅意思，佢無言係最後即係點解樹鳩啊？螢羅係嘛？唔係佢成輯都冇出過聲噶嘛。係啊。
佢至多係用啲個思想啊內心去交代自己嗰個諗法或者心情㗎嘛。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喺某個意義上面都係 present 緊佢自己㗎喎。係喎。即係就係世人都唔理解我囉。其實迎樂唔係 sorry, 阿樂晴喺呢一度已經係即不停咁俾人利用利用又利用㗎嘛。去到極限咪就係其實佢老豆由頭到尾都仲愛緊佢囉。冇㗎喎其他嗰啲譬如佢條女又已經即係離棄咗佢嫁俾飛葉啊，佢自己又從來都俾佢阿媽出賣啊，然後佢又俾中國出賣啊，俾美國利用啊，佢個人其實已經係即係全世界都唔理解我，全世界都唔愛我，唯一愛我嗰個最後都為咗保護我而死，咁其實我已經冇嘢要講囉。其實喺某個意義上面都第一，我覺得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我覺得要即係 present 緊阿肥兩自己可能佢自己嗰種想法啦。第二，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嘅主篇試練嚟㗎喎。第一，佢成本嘢冇乜旁白㗎，佢話自己想試㗎嘛。第二就係佢都想試下用一個冇對白嘅一個主角嚟做一個故仔嘅推進。可能你感受唔到點解佢要咁樣做，但係作為一本實習作品啊，即係我會咁樣理解，都未嘗唔係一個挑戰嚟嘅、即係喺主編技巧上面用咁樣去說故仔，其實都唔係壞事的。喺某個意義上面都係，即係好少可係即係我賺得咁勁啊，狼插得咁緊要。唔係咯，實習作品嘅應該賣七蚊，唔應該賣十五蚊。有道理，應該試月咯，如果實習。唔係咯。問題係因為唔使我俾錢，我都係試月。實習作品咁啊，所以你好寬容啊，可以。幾多 online game 之前實習俾人 debug 嗰時都係唔使錢嘅啫嘛，咁點解要俾錢啫？啱喎。beta 版 beta 版咁樣。唔係，甚至乎有啲玩家，即係如果套用翻講慢，就係啲讀者咧提出一啲好嘅意見啊，試到你有 book 咧，應該係有獎勵噶嘛，調翻轉噶嘛。我哋試下將呢幾集咧掟翻海洋啦。肥老師會唔會送翻啲紅酒啊、雪茄俾我哋？佢送隻手指俾你去送。講翻二月九號星期二出版嘅，下個禮下個禮拜啊，梗啦，唔係佢公司點運作啊？佢冇錢翻，我就唔肯噶啦，擺明。係啊，呢本咁樣掛唔知咩頭骨。我哋又話俾讀者知，又係冇，我哋唔會再賣噶啦。有冇 M 群嘅人會有捐錢俾我哋？咦係喎、啊係梗有啲人係唔 care, 即係想助養呢啲咁樣嘅兒童。係啦，就講緊武神108第一期啦，跨越封面啦，構思被電影阿凡達影響啦，向大導演詹士金馬倫先生致敬啦。其實跨越封面同阿凡達有咩關係？唔係佢豆嚟嘅，分好嚟嘅，我唔係豆嚟嘅。阿凡達係咪跨院去播嘅？你要走兩間戲院先睇得曬。阿凡達係咩嘛？跨地區播放㗎嘛。而家好難揾到套電影唔係跨地區播放，唔係好容易。香港有遲啲啫，唔同步啫，有時間，有時差啫。嚇，刀客武神，咦？即刻令我諗起當日劍齒虎。哎呀，巴人條橋變形手啊！本來可能係可以好出噶，就係因為未睇阿凡達啦。阿凡達未出嗰時，本來如果食住嗰個細，又係早咗啦，早咗十年啦又。好啦，咁啊，講一本終極就另一本終極，終極之後又有終極，究竟幾時先有終極嘅完結咧？終極係唔會完結嘅，終極拒絕，所謂終極係呃鬼嚟嘅。今日好似我專嚟做贊人嗰、那個，因為呢本嘢我想贊兩嘢。你贊啦，你一贊。俾你插我先啦。俾你赞咗先啦，赞先。喂，本嘢以即系嗱，其实好简单。呢一本书嘅制作班底咧，就系女红棍嘅班底，沟埋红丝嘅班底，系啊，即系朱荣华嘅勾头，系啊系啊。然后就系永仁可能系主编啦，要睇睇个即系后面嗰啲系啦，主编永仁，编剧村长即系喺专栏插到啊鬼才，即系哇怒爆鬼才兄嘅即系私人啦。想讲呢啲个。美術主筆唔知邊個話不二雄師，會唔會係永仁自己呢？應該唔會啊，如果係㗎佢可以自己講返自己㗎嘛。即海洋二號。跟住彩高美術張立人啦，咁啊人物美術朱榮華啦，咁朱榮華啲勾頭其實我哋睇過女紅棍，即係以咁嘅製作技術都可以，或者咁嘅製作資源都勾到唔錯嘅頭都算係咁㗎啦。咁啊漫畫完仲有一大堆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封面就馬富強啦，我哋喺 AC Ripples 都有講過個封面啦，咁所以我哋唔特別講啦。咁但係裏面呢其實
你見到啲畫呢，雖然有若干燈箱啦，都有做得差嘅地方，譬如第一頁講五區公投，即係五區總辭全民公投嗰幾個，即係社民連三字，其實已經畫得好醜樣㗎啦。咁但係其他燈箱嗰啲都唔錯，後面開頭可能未上力啦，但係呢一路落嚟，譬如你見到鄧景成啊，曾蔭權啊，趙昆倫啊，任向天啊，同埋後面 Sky 啊，即係嗰正式嗰三個主角啦，好似嗰個名叫做姑爺仔嗰三個主角Sky 啊，跟住一個成個問天咁樣嘅警察啦，叫咩名字就唔知啦，我真係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好咁你都讚，我唔記得咗佢警察個名字，唔一定佢即係勾頭叉㗎嘛，咁跟住仲有最後啊死啦，阿人啊，好似叫做哇，見到草剃草剃經咁樣嘅，係啊，即係成個草剃經咁樣嗰、那個即係個人，即係呢本書阿東啊，叫做阿東啊，主要角色啦、啊，就係、是、個三大主角啦。你見到咧，即係我有個 friend 咧，佢講得好啱嘅，就係、是、你見到由永仁，即係紅絲本身，即係絕世無絕代英雄，嗯，同埋女紅軍各種甩皮甩骨嘅嗰種製作到而家兩者合埋之後，都勉強算做見得下人，叫整整齊齊啦。每一個角色啲輪廓啦，即係當然頭一期啊，梗係咪咯？你講創刊號嚟㗎嘛？喂，但創刊號都可以古靈精怪嘅。你睇翻絕代英雄嘅創刊號都係即係不足為道嘅，算係唔錯㗎啦。以咁樣嘅製作資源同製作班底，咁、當然有嘢值得屌啦。咁但係喺製作上面，由封面到內文嘅勾頭，我都覺得係以我對永仁嘅偏見嚟講咧，其實我覺得我係已經算好接受咯。我覺得又不足以去挽回讀者嘅心咯。四號都出事啊！喂，係啊，因為我覺得不足以挽回讀者嘅心嘅就係、是。呢間公司已經爛咗太耐啦，再加上其實個封面呢，雖則你話曾蔭權同任志剛大家都認識，但係我相信好少人會見過佢側面囉、就所以未即係你立眼可能任志剛個白色頭就比較比較易認啲，曾蔭權其實嘩我真係睇個煲胎係呀、要細心係留意先知道係曾蔭權囉。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呢本嘢似乎真係混和得唔係冇，我哋就成日都講即係日本好多呢啲政治漫畫啊，甚至乎以前香港都好多人畫過，但係呢本睇落去感覺呢似乎將呢啲元素混和得唔係咁好啊。佢將好多時事或者香港近年發生嘅事件擺晒落去，但係你睇完晒之後感覺上又好似只係抽水而唔係想我哋去投入囉。我自己就覺得嘅古仔去得唔夠 smooth， 你諗下四期究竟其實任向天是想要做啲乜嘢呢？佢係想為民請命，佢唔一定要做特首嘅。尤其而家好明顯，一定係大家都講緊香港啦。大家都知道喺香港要做特首，佢有一種特別嘅要求嘅，就係你要選委會嘅提名，然後選委會嘅同意。我唔理你究竟最後選唔選得贏，但同埋就係你究竟想 present 任向天係一個乜嘢嘅角色？佢要為民請命到乜嘢地步呢？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任向天係哦，我要為民請命，我要做呢一個特首候選人，係希望可以唔盡量唔附和中央嘅，即係或者唔只附和中央嘅，我有好多嘢想做嘅，我想建立唔係雙人政治嘅。你話第一輯得四期完啊嘛，你唔好喺第一輯仲加咩阿東啊、Sky 啊同埋問天啊落去囉。其實之前嘅衝擊狂已經係最好嘅示範嚟㗎啦，係因為我唔曬咁多嘢嘛。係啊，因為如果係嘅話，你咪直頭就係講任志剛喺 任向天喺呢四期裡面究竟你點樣部署你要去參加特首，因為你得四期你仲要介紹你即係向讀者講你嘅政治理念係啲乜嘢，即係個編劇你要用咩政治係啲咩政治想法，點解同80後有關係，點樣親近啲80後，你跟住又話嚟緊我有80後，咁其實呢三個人究竟係點樣呢，其實好薄弱囉。如果有古仔嘅推進上面，就會覺得其實好明顯又係一個40期嘅古仔，而唔係一個4期嘅古仔。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港漫編劇上嘅一個死穴嚟嘅，即係佢哋個目光呢唔係太短淺呢，就係、是、去得太遠。即係永遠如果四期你要寫到去做特首嘅話呢，就真係濃縮得太緊要。即係
好似终极狂龙咁，你四期你要讲拯救一个中国，你系由佢俾人夺咗之后，跟住再救翻嚟，系太真系太短促，太唔足够了的过程。系啊，即系好似英雄本色咁，佢都系讲去。点样去参选，即系讲下浅见点样由参议员一步一步咁样去参选，去到最后佢都选唔到噶。但大家觉得佢系成功去present 咗啲嘢出嚟。补充翻一句啊，阿文天呢叫 man 嚟噶。阿 man 天，费事写嗌文天文天嗰阵。阿 man 啊，叫阿 man。即系 Sky 阿 man 同阿东啊。万记觉得咁系似姑爷仔个名都系姑爷仔个主角嚟。系咯，咪阿 man 咯，姑爷仔个主角。即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佢用嘅人物，即系好明显系想做到阿任向天同阿呢个真生系叫做正邪对立咁样啦，俾人嘅感觉。但系喺现实中真系俾唔到呢一种嘅感觉人。咁点解？与其系咁样嘅话，你要用呢个角色去做一个正面代表人物，你唔用一个原创嘅角色，嗰个人唔一定系要谂住参选特首啊，佢可能只系一个普通小市民或者系一个政府公务员。但可能佢都可以透過自己一啲行動去影響個政府啊，或者係對一啲社會不公平嘅事去作出行動。呢個專欄有寫，我就係因為佢覺得任志剛係一個好人，其實雷曼丹嘢佢係替死鬼嚟嘅，咁所以站在佢嘅立場係佢先係最願意去為民請命嘅人咯。但係表達唔到出嚟咯，我寧願你用梁家傑都好過你用任志剛咯。应该咁讲。我唔系唔同意你嘅，即系我都觉得其实今次如果你讲紧即系阿郎，如果从外即系纯粹一个读者嘅角度，我都同意阿郎嘅想法。不过我如果我睇翻佢专栏，就系因为个作者觉得系啊嘛，即系佢自己觉得呢个即系白武男，即系佢竟然有意无意自己为呢本作品做咗第一道嘅门槛咯，就系、是、你认唔认同呢个主角？系，我明啊，我明佢觉得系，但系佢表达唔到出嚟咯，我意思系。其实开段喺礼宾府宴会厅嗰段都睇唔出佢噶，佢只系觉得我唔想同呢班人同流合污，但我睇唔到佢系好有火咯。嗯，系啊。咁啊，仲有咩讲个古仔？因为我嗰日就有个杂志嘅记者朋友同我讲，佢本来想咧为呢本漫画咧不如写一写个专栏介绍啦，即系佢觉得香港都好少呢类型嘅漫画喎。咁但系佢自己睇完之后咧，佢又即刻。一盆冷水淋落去，唔識點評啊！淋落本書度啊，咁咪巢曬咯。哦 ，OK。佢淋落電腦度啊，因為睇完之後即刻打消我呢念頭咯。佢話好彩未向上頭，即係佢啲大佬提出呢個建議啊。如果唔係俾人踩死咯，佢自己睇完一半，頭一半佢都話覺得寫下啲政治嘢啱啊，就係想要呢。但係後邊咧無啦啦變咗一段古惑仔嘅江湖故事啊，即係成個感覺係唔 match 咯，投入唔到咯。咁變咗佢就覺得唔係太值得為呢本作品咧去做一個專題報導推介啊咁樣。你應該叫你朋友好似阿 man 咁啊嘛，堅持自己嘅嗰個決定。嚇老細唔中意，我邊難件衫我唔做咁樣啊嘛，咁先夠型咁件事。好難啊！我反而覺得，因為其實封面其實你細心睇好靚喎，但我再細心啲睇咧就覺得。覺得佢有少少嘥咗馬富強嘅美術，就係佢即係用咗呢兩位人物嘅側面，即係我坦都講嘅就未必個個都認得。再加上就係話佢個終極對決嗰個字又唔係好話好出啦，因為我見到冇漫畫味啊。而且係啦，第二日我已經見到，你知啲港漫係得三分一出頭，即係見到封面嘅啫嘛。咁所以又見唔到最靚嗰 part 個公仔，所以。有少少嘥咗咯，我覺得。喂，講開封面，我初初見到呢本書嘅時候，我初初唔知係咪係本漫畫嚟，我以為有啲就係出。係啊，你 Ripples 都講。有冇出咗本乜鬼雜誌啊？我以為咩亞洲周刊、啊。即係有啲嗰啲講政治雜誌有，跟住又見到冇心機揭。定係曾明啊嗰啲雜誌嘅封面嚟。即係我覺得好蝕張咯，佢咁樣嘅話。幾方面都似乎有好多不足或者係古怪嘅定位咯。啊！部署咗咁耐，真係有啲嘥咗。加上而家你講真個政治氣氛咁熱。你都搶唔到呢一班讀者，就真係嘥曬啲資源咯，我覺得。咁啊，今期最緊要都係講個專欄啦。黃色嗰個係嘛？係啊，黃色個出品人專欄啊，村長。下期我相信會變兩頁噶啦，即係水深歌嗰啲專欄。慢慢變咗古仔出嚟。但係我覺得即係嗱，相當之老實啦。如果當日我哋都笑話。
笑话肥仔即系唔抵得人走去串鸠阿 Sir 走去下沙战马，下沙战马话叫鸡咁，我觉得其实呢坛嘢我都系咁样睇法，即系我都用同样嘅标准，屌人哋揸你钱，咁又点啫？你咪追人数咯，代表你唔还衰人，人哋唔还你可以就咁讲。喂，如果你有钱，你而家搵咁即系搵得唔少啦。我估佢哋而家即系大家行内人都知道，大家即系搵几多心里有数啊。喂，你月入几多几多，你都唔还钱俾我，你嗰阵时争我600,000，你又唔还。而家即系做呢个街 X， 你又话唔即系之后又要拖又话大公司点样叽里呱啦。我觉得已经够嘅，即系老实讲，而家你讲紧呢一个即系对象啊，鬼才，其实你都。即系喺坊间或者读者嘅评价嚟讲，佢其实都已经即系好低噶啦。你话佢有钱叫鸡唔还钱，其实我觉得我反而我会睇唔起你咯。我唔系睇唔起佢叫鸡嗰个人咯。有啲抽水票啊。系啊，即系同阿肥仔嗰阵时，当时即系之前嗰几期啊嘛，喺专栏即系屌鸠阿 Sir 话，屌你佢都系即系扮有型靓仔啫嘛，佢自己咪又去下沙。唉，我唔讲系边个啦，一样咁衰格。同埋我介绍下村长可以去小宅小额前债审裁，小宅嘅小宅，小宅就揾翻啲港元，啊，所以就唔需要喺度。600,000系咪小额前债？唔得啦，小额前债啦，过晒啊，系啦，系啊，去民事十萬，系啊，要民事。咪都得，总之你法庭都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因为佢600,000唔系一笔过啊嘛，你可能几笔我唔知啦呢啲嘢。晚记就睇唔起呢啲人啦，我觉得两睇啦，即系。做得出就唔怕認，咁唔還錢遇人唱就係咁簡單。不過你咁樣唱得人呢，你追返嘅機會就更微，甚至乎即係等於自己放棄，呢個唔係聰明嘅做法囉。我唔介意，即係我唔係話另外一個啱，即係佢有錢唔還解唔好啦，即係有錢梗係還咗佢啦。但個問題係我睇唔起嘅係唱人嘅呢一種行為囉。你唔還咁我咪講俾你聽你唔還囉。即係你唱爭險爭還錢呢，上面都朋友㗎，即係都係唱人嘅一種嚟㗎。咁我覺得去到呢度已經足夠，你揭人私生活或者私隱係冇意思。足夠呢就只有兩位當事人自己心知嘅，我哋外人就我自己嘅角度就係老撚土囉。即係我覺得有借冇還就固之然係下等人啦，但係含血噴人就更加下等人囉。我覺得咦，含血噴人係咪要三安八造先構成？喂，你事實就唔係，但係你讀者唔知㗎嘛，你鬼知佢係咪咩？所以最好呢單嘢就即係如果有人覺得終極對決就變咩村長同埋鬼才含冤莫白嘅話呢，咪告佢囉，整封律师信去探囉。今晚高登就会见到。係咪即係跟住整完呢个下低嗰两句呢，佢而家原本就是过起沙皇文望低迟咗脚痛，跟住特区顶爷就过起者不足言用咁样。就会变咗佢哋两个，即係沙皇下低，唔係阿村长下低就係、即係沙头村长，跟住话对方过起编剧不足言用。跟住另外阿鬼才又话销量低。係啊，销量低迟早接书。啊，咁样好似吸引好多。阿村长如果追唔到啲钱，我唱翻你咪当攞翻啲息咯，佢自由嚟嘅。唔系，我固然都咁，我评论佢都系自由嚟嘅，系咯。喂，好啊，咁啊，仲有咩讲啊？两大终极。我唯一对呢个终极对决唯一要讲嘅就系希望佢好彩可以过渡到啲四期啦，至今四期都出唔到啊嘛。好，咁啊，喂，第一节到呢度为止啦，我哋休息翻嚟啦，仲有第二节嘅，最后见。